接下来讲这个 AIGC 工作流，前面我们讲的时候，我相信很多人就想说，哎呀，我又不是做这个影像视觉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对我来说帮助不大。我相信现在大家最常用的应该还是 ChatGPT。好，所以我们讲一些大家用得上的东西。一般呢、啊，就是如果因为我自己也看过很多教学跟文章，而我发现其实目前大部分教学在做的事情，其实就是啊，比如说你有个想法，客户有个需求。我教你怎么执行，我教你怎么下关键字，我教你怎么下 prompt， 我教你怎么去提问啊，怎么去请得你的 ChatGPT 啊，各种方式。但是呢，老实说，我觉得对，因为我们自己设计师嘛，我们自己在做很多是创意思考、发想跟帮客户解决问题。我们发现其实 AI 真正难以取代，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是中间这三件事情：怎么去观察研究，怎么去分析思考，跟怎么去发想你的创意灵感。好，举例来说，我举一个实际例子啊。如果你的客户是 BMW， 他们想做当七夕情人节的社群图，你可以怎么做？一般人流程大概就是这样：哎、欸，我需要生产一个图片，然后呢，这个 Midjourney 他们有一个什么咒语产生器，就 ChatGPT 一个语法，很多人就说：哎、欸，你直接帮我生成一些关键字，然后生成一些关键字之后呢，把这关键字丢到 Midjourney 里面，然后 Midjourney 产生一个图，结束就这样，所以出现就是像右边这样的图。你说它不好吗？光影很好看、哦、就是细节也对，然后看起来也 有那么一回事，就是不会很差。可是你要说它好吗，就看起来跟图库没什么两样，对吧？就是如果我是客户，我肯定是不会为这个东西付费，因为这个东西我自己都做到，它产生不了价值。就我在课程中一直反复提到一件事情啊，AI 的价值其实问题在于是你能不能解决客户的问题。那如果你只是生成一个这样子毫无创意的图片，它解决不了客户的问题，它也没有任何让别人吸引点情况下，这件事情不会有人为它付钱的。那到底大家愿意付钱的东西是什么？到底客户是为了什么东西付钱？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讲的事情。好像很商业，对吧？虽然我是个艺术，但是我是个这个以艺术为生的商人啊，还是一个导演，所以不免俗还是要讲到，既然叫做 AIGC 工作人嘛，肯定是跟钱有关，肯定是跟商业有关。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怎么去提升大家的职场竞争力。所以我这边总结的六大心法，第一个是流程化，从新手到专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去设一个公司。哦，举例来说，以前大家的问问题就是问大家的最大问题是什么、哦、我相信大家用 GPT， 就你不知道问什么问题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所以你就要反过来哦、我的方式很简单，就是我直接请 GPT 问我问题，我来回答。他扮演设计师这个角色，所以我就给他导入说：哎，这是你的 AIGC 工作的思考流程，然后麻烦你问我问题，然后我来一个一个回答。所以他就开始问我问题，所以接下来就变得很简单，他就一题一题问我、比如说需求、你为什么需要这个图片？你的用途是什么？你是广告还是什么？他问很细，有没有？长得就像跟一个设计师在讲话一样。然后呢，我要做的事情很简单，就是贴资料给他。我说、啊、客户是谁，他们要做什么事情。然后呢，因为那个时候 GPT 还不能生成的网络资料嘛，所以我就直接复制一堆他的官网，网上找资料全部贴给他，提供他资料。你不用整理、啊、就直接贴给他就对了。然后贴完的话就说好，那我理解到了。那接下来问第二题，就动机的部分，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？然后为什么要达到什么互动吗？妈妈，那你可以把客户的需求给他，但因为我没有客户嘛，我是假定的，所以我就随便掰了一个理由，我说啊，我想要提升品牌形象，与粉丝达成互动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说，哎，那观察研究，他就问很多哦，比如说你们过去的那个社群媒体啊，提问什么，其实你发现他的问题就很像是一个专业人士在问客户的问题，所以这个方式很好，就是什么，就是你是回答就好了，然后他就问了一堆问题嘛，可是因为我没有客户嘛，所以我回答不了这题。我的做法很简单，就是什么，我就是我说啊，那帮我想一下他们过去社群怎么做好，就打开他们的 FB 去找他们贴文，然后把他们这个贴过去的几个贴文贴上来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这是他们以往过去的社群贴文，然后我觉得他们这个过去做的、可能没有太大关联性，应该要去跟历史故事结合，就贴给他，他就自己去做研究，就你不用跟他解释，他会自己研究。然后再来他就问嘛，说啊，那我们要做设计分析思考啊，问一堆有的没的问题啊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要扮演一个。你是甲方对吧？你要扮演一个客户，你就说，哎，我也不知道啊，这个东西你帮我分析一下啊，就这样。所以流程化这件事情，示范到现在为止，大家应该感受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啊，它是一个很有趣的公司啊，就它可以扮演这个角色，就是像你看刚刚这边嘛。实际上我们过去在最多思考是要问 GPT 什么问题，可是你这样反过来之后呢，其实你不用问他问题，你只要回答问题就好了。问问题是他的工作 ，OK？ 好，所以这第一步。
那第二个是流程，脉络化，让创意灵感说服力的方法。举例来说，我们就先下一些指令嘛，说，你帮我想一些有可能有关联数啊，分析思考。他给出来的东西呢，其实都蛮烂的，就是就不外乎就是一个航空起源等等等之类的，然后什么运动豪华感，就是我早知道的事情。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创意，我就跳过不看。好，那一样啦，这跟 GPT 沟通的时候，你要跟他讲，如果他真的写得很烂，你就跟他说你真的写得不太好，请他再重新修正，所以他就会不断去调整。那我刚讲说，你要去找更多跟历史有关的故事去，以及它跟七夕情人节的连接性在哪里。啊，一样，他写了很多啊，都超烂，然后就跟他说，不好，不行。然后你可以再不断去尝试各种可能性，比如什么，这个时候很像老板呢，你就说，我觉得不好。那不然这样，你去找什么那个网上不都很多什么不为人知的小故事吗？或者冷知识吗？你找找看啊，看有没有灵感。你可以乱给一些方向，然后看他会不会蹦出一些不错的想法，这样。然后一样嘛，乱提就这个时候他就在摸索跟碰撞的过程中，就是不然那个运动感啊、豪华感啊，你想一些小知识啊或冷故事啊，不断提，就这样。这个时候你也不用他，因为他不会生气嘛，所以就乱提就对。然后最后他获得就是经过这个几轮的交战之后，这个他努力的产出了许多之后，我觉得有个不错，就是我说蛮喜欢这一句，有时候把它圈起来。就是飞雀的象征，大家应该知道这个牛郎织女的故事嘛，就是他们两个人在这个天空相会，然后用飞雀搭成桥梁。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典故。那同时，因为 BNW 它起源是跟航空有关，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东西去创造一个故事啊，比如说描述 BNW 航空起源如何跟牛郎织女相会的故事，将恋人带到新高度。这个不错，有点意思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往下去推导。第三个叫做故事化，前面我们讲流程化跟脉络化，它就是一个很死板的东西。我讲白是啦，就是故事是一个最便宜的行销武器啊。为什么我们在行销上一直讲故事呢？因为人类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动物，所有人都不喜欢被行销，但所有人都喜欢听故事，所以你只要把你东西变成故事，大家就想听啊。所以这是一个小诀窍。好，那我一开始先行其他这个写的故事嘛，他写了一个超烂的故事。什么什么一道闪光啊，优雅的飞行器降落在他身边，然后为飞行器外观结合 BNW 的元素，什么飞行器门打开，什么感觉是什么飞碟外星人一个科幻故事，超烂。就是我刚才讲说很瞎很烂，就是很好笑，但是不是我要的东西。所以我就刚讲说，我不要一个奇幻故事，我希望他是从历史中去找出脉络。好，所以我其他条列式都让我去选。其中他列的一个点，我觉得是蛮有趣的，是这个海报很经典。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，BNW 的起源，它虽然是个车子，但它的起源是做这个飞机的发动机的，所以他们曾经创下这个飞机高度记录，还有一个海报为证。所以我就请他补充这个细节，他就说，那时候1919年，就是一个飞行员他装上 BNW 引擎，然后这个引擎呢，他就是成功的将飞机推高到了9760公尺的高度，创下飞行高度记录。我说哇，一个汽车品牌创下飞行高度记录，这蛮厉害的，蛮酷的，是一个话题性，而且很有亮点。这个故事讲完之后，你脑中就有画面，对吧？就是所以好的故事就是这样，就你一讲完，他脑中就有画面，这就是一个很棒的点。所以我就抓了这个点，开始往下去延伸。我说，你爸爸集合在一起去想几个创意给我，我就把这个东西去放在一起。然后他就不断去写，然后他就写出了一个这个写了好几个版本。然后我特别喜欢是他最后一个版本。就他讲的是这个故事啊，你可以，他就告诉你说，你可以去写说 BNW 如何用飞行高度记录为鹊桥注入新的活力，让爱情飞得更高更远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让爱情飞得更高更远这个东西不是我教他，是他自己蹦出来的。可是他讲出这句话的瞬间，我就觉得哇，真的很聪明，他真的很像是在跟一个这个创意工作者沟通一样，他给出了我没有想到的东西，我觉得很棒。那再来就是这个优先级，前面我们讲的流程化、脉络化、故事化，其实我觉得对大部分的创作者来说，其实你给到这个东西，它已经是个很明确的提案，它已经可以去开始落地执行了，对吧？可是这样子还不够，还不够，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讲白是，你看它原本东西，它其实方向是对的，可是它没有顺序，就是我看完之后，我会抓不到它的重点，所以我重新调整的顺序。我说，我希望你按照我的顺序重新写这个故事。好，所以你就排一样啊，就是我还是要讲一个行销上的，应该都知道的点，就是文字不是越多越好，就是你要有个重点，你要让大家看到那个重点。就是如果你什么都想放，
什么都是重点，那它就是一个没有重点很松散的文章。所以排重点是我们在顺文案中会很常去做的一件事情。然后就给了一个东西，那这个东西我就快速的简单念一下，就是他就讲说这个，因为我按照我顺序重新写嘛，他就说，哎，当时的天空9760公尺是极限，而今是 BNW 的舞台，哦，七夕情人节传说飞雀的飞翔的喜鹊搭起鹊桥，让牛郎织女爱情得以相会，哦，然后 BNW 用9760公尺的飞行高度基础去创造了创新与卓越非凡力量。这个标题下的非常非常棒，精准有力。然后这个用像是喜鹊为恋人搭起桥梁 ，BNW 的飞行科技为雀巢注入全新火力，让爱情飞得更高更远。我真的很喜欢这句话。然后他就说，在这个推动之下，然后就写整个文案。然后他还帮你把这个 hashtag 给下完了。好，这个爱情七夕情人节，爱情的新高度，就是就很棒啊！就是他既有品牌，然后又有一个故事，又符合七夕情人节，然后又有一个完美 slogan。所有东西都达到了，非常非常棒。就是我想白的是啊，如果你自己在跟 GPT 网沟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如果没有经过我们前面那个推导，你直接请他写出一个有故事哦、有创意、有脉络的东西，他写不出来。所以为什么这个过程很重要？是因为所有好的文案，它都需要这个推导过程，它才能够产出一个真正值钱的东西。前面那个写的东西，讲白是客户都不买单。可是如果你可以写出一个像这样东西的话，那它是真的，我认为。是真的有客户愿意为这个买单，因为它是一个真的有价值而且能够解决问题的文案。好，那当然 AI 还有一个点是，其实对我讲白是、如果你做到这里刚刚那一步，其实我觉得应该已经有80分85分了，可是我们今天要追求的不是80分不是85分，是100分，所以我们就请 AI 去根据方写更多更多的版本，然后不断去优化。好，一样嘛，因为 AI 的优势就是它会有大量大量，它可以大量去产出，所以你可以请它写很多版本。所以他就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哎，你帮我强化不同，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有排优先顺序集嘛，你可以调整一下那个顺序啊，然后让他重新写啊。比如第一个版本他强调历史跟这个技术的壮举，然后第二个版本强调爱情跟传说连接，然后第三个版本强调 BNW 的价值跟未来愿景。当然可以不止三个版本，它可以是30个版本、300个版本，反正如果你 AI 没有坏掉的话，你就可以一直问他，问到他烦为止。好，所以这是一个点，就是我会不断做这件事情，去追求那一个。95分100分的东西、不过啦，就是客户就是这样嘛，就是他讲很多版本之后，我觉得我还是觉得第一个版本最好，所以我们回来第一个版本、没有关系，反正 AI 不会生气，就是就是你可以请他写10个版本说我觉得第一个最好，我们再回来第一个版本吧。对，就这样。好，最后一个也是我觉得最重要，就是让客户看着你上班多努力这件事情。好，为什么这件事很重要呢？首先我会这样做啊，就是一样，就是我们前面整个故事写完之后，我们要去提案给客户啊、你不可能贴这个 ChatGPT 给客户吧，或是你只贴这个文案没有用，所以我就刚才想说，你还记得我们一开始思考流程吗？然后你帮我按的流程贴入以上资料，做一个总结的提案，就开始写。然后一样嘛，因为他在写的时候，他语气上就没有更换，我说，你应该要针对 BNW 去替换这个角色，语气上做修正。要让客户看见我们的思考过程跟细节，觉得我们是万中选一才做出这一份创意提案、这个很重要，还特别跟他讲了一下，然后就写非常非常多。那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总结都还不错、但是就在分析思考这一段，我觉得他写不好，所以我就一直想要修整，改了超多超多的版本，还是不满意，然后就请他这个，因为有时候 AI 就讲，就是你在用的时候，你应该发现，就是有时候他做到后面，他开始也忘记前面东西，所以我刚讲说，那不行，你还是要融入更多历史细节。所以我觉得把前面的东西复制贴上，全部丢上来一次，因为他有时候真的会忘记，你就重新贴一次，他就记住了，然后就生出一个很好的东西了。这东西我没有改过，我直接念。但是你假想一下，如果你是客户，你听到这样东西，你的感受是什么？比如说我在提案的时候，我就跟客户说。是这样的啦，对 BNW， 你想象我在跟客户提案啊，我就跟 BNW 说，我们研究了一下，我们发现 BNW 它其实是个拥有丰富的飞行历史的品牌、很有趣，然后甚至它在一战期间创造出了一个最佳的飞行发动机，创下了这个9760公尺的飞行高度纪录，我觉得很有趣，这个故事会很吸引人，因为从来没有人想到 BNW logo 的由来其实跟飞机有关，然后以及他们过去这个辉煌历史。然后再来，我们在七夕情人节呢，其实这个故事嘛，大家讲就是这个牛郎跟织女只能在鹊巢上相会。那我们观察到，不管是飞行的高速记录，或是牛郎织女这个跨越天河的爱情，都有共通点，它就是超越跟连接，飞机超越地心引力啊、
飞向未知的高度，牛郎织女超越天界的隔阂，连接了人间跟天上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用这个点去做出新的创意。那、这个创意可以怎么做呢？首先是这样，结合的 BNW 跟七贤节的特性，我们去做了一个连接理想跟人间的爱情鹊桥。比如说，就比如说，想象一下这个故事呢，这个七夕的夜晚，然后有一个恋人驾驶了 BNW 啊，飞越城市的霓虹，啊，在这个约会，啊，然后成为现代版牛郎织女，然后同时这个视觉呢，我们就是一个车在天空上飞嘛，还可以强调 BNW 的动力跟性能，然后又可以结合品牌浪漫的故事，哎，我觉得很不错哎，啊，好，你是客户，你听完之后你觉得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棒？就是哎。它这个并不是一个，因为我们在讲很多创业灵感的时候，其实并不是就忽然蹦出来，就是你要告诉你的推导脉络啊。所以我觉得他写的很好的是，他把我们观察到什么事情，然后品牌的特性是什么，节日的特性是什么，我们怎么从中找到共通性，然后并且分析思考完之后写出一个创业灵感，而且这个创业灵感是有画面性的，是有故事性的，它甚至是有 slogan， 甚至有 hashtag，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嘛，爱情的新高度。如果是你，你是客户。你会买单吗？哦，如果是我，我会啦。哦，你们自己讲。对，但是这就是差别，就是我讲白是 GPT 大家都会用，就是我示范点其实很简单，是你看我刚刚其实没有用到任何，没有用到任何什么高深的技巧，没有用到什么很艰深的 pro 什么，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示范，就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对话。我平常跟设计师沟通就这样沟通，可是它可以产出的东西就是这么好。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的是，你 GPT 用不好不一定是你的什么指令学的不够多，而是你没有去真正去思考怎么去运用这件事情。但是有了这个心法之后，你未来在跟 GPT 沟通的时候，其实你会变得很简单。我相信你今天看完这个东西之后，你回去之后马上可以用得上，就你不需要背，你也不需要去什么，就是你马上可以用。而且你不一定是设计师、动画师，你是其他行业的人，你需要一个写个行销企划的文案，你需要写一封信，你需要开发案件，你需要写给你的客户，写给你的伙伴，全部都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做。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核心概念，它是心法。甚至如果你今天不用 GPT， 你说我今天用 Cloud， 我今天用 Bing， 我今天用其他 AI， 用 Google 的 Bra， 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啊，它就是一个心法而已，它不限定于任何工具。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家最需要学的东西，因为未来的所有的 GPT 可能会被取代。可能会有 GPT 4， 可能会有 GPT 5， 可能会有微软啊，或者 Google 出的更新版本，把 GPT 打趴在地上。可是不管软体怎么变，这一个核心概念是不会变的。然后只要你可以学会这东西，客户是真的愿意付钱的，因为客户付钱并不是 GPT 的一个最佳指令，他们要的是一个能够解决他们问题的东西。而我们现在写的东西是真的能够解决客户问题的，所以这是一个关键。OK， 好，所以回顾一下。从前面的流程化到脉络化到故事化，它其实是我们在发展创业上最重要的三件事情。优先级是帮客户去梳理出他要的重点，一定要去梳理重点，因为如果所有的都是重点，就代表没有重点，这是很多人在行销上会犯的问题。选择题也是嘛，就是尽可能透过 AI 的优势去找出选择这个最佳答案。就是甚至如果是我其实会把我们展示过的，比如说我可能写了10个版本，我会都给客户看，然后刚才讲说我觉得最好是这一个，就让客户觉得说，哎，我们真的有在做一些事情。然后最后必杀技，这个大家看到完成应该感受到这种多厉害吧？如果你是客户，你就付钱了，对吧？所以不要让你的老板知道这件事情啊！你可以偷偷用啊，让你原本需要做8个小时的东西，1个小时做完，你剩下7个小时就可以好好的去休闲啊。这是一个绝对可以帮助到你的东西，我保证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聊天室。我刚刚有偷瞄一下，很多人在聊天室留言提问的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。好，不是这个，是这个。好，想看哦。好，我的问题啊，这有问题很棒。现在很多行业都是成本取胜，如果是以高品质为主的话，这样的客源会不会越少？你问的很好，想把你举起来。我跟你讲，不会，很多行业是成本取胜，但是我讲白的是，所有的行业做的最好的一定都是品质取胜啊。我随便举例，你是手机行业，好，Apple 卖这么贵，那大家会不买 Apple 吗？不会吧，就是你有很多便宜的选择，但是你还是因为它就是有些东西就好。
好，那更不要讲精品行业，精品行业都是以品质取胜嘛，所以就不讲，讲一些大家贴近这种食衣住行吃的哈、哦。当然你会，比如说在吃东西上，你一定会选择一些便宜的选项。可是如果它今天便宜到了一个非常不合常理的情况下，你也会怕吧？对吧？毕竟吃进肚子里的东西，你还是会在乎它是不是健康的吧？哦。是不是安全吧？是不是这个不要说多好吃啊，至少它是要干净卫生，是有保障，不要吃完之后生病的东西吧。所以你说大家真的是以成本取胜没有？所有我觉得在所有行业中做得好都是以品质取胜，因为便宜是没有下限的。对，品质品牌反而是能够让这个品牌走得更久远的东西。